哎，你快看看吧，他把你囤的蔬菜全给整了啊！整这老些白菜，他冰箱辣白菜要吃没了，我寻我再腌点。腌辣白菜呀？要腌辣白菜。昨天晚上我加班杀的白菜，来个人给我抬袋。哎呀，你看这大力士，头干净了呢。来看看啊，这是梨、苹果、洋葱、姜、蒜，给他们都打碎。哎呦，漂亮！喜欢多吃多放，不喜欢的少放。这是我提前准备的糯米糊，要没有的话用大米粥汤也行。这不糊窗户的吗？这是增稠的。放点辣椒面，放点糖，整点胡辣酱。哎呦！放点大许大提味儿。真能研究。光把韭菜下皮子倒里。切记啊，一定要有虾皮子。哎呦，就是这味儿，对劲儿。开始抹白菜了，一层一层给它抹均匀。我的天！哎呦，腌这么大一盒子，够吃了。来，给你尝尝。现在就能吃啊？能吃，现在就能吃了。还是那味儿是吧？不用腌。我跟你说，我就是调料的天才，剩这点料再整点萝卜。中午就吃咸菜啊？那能吗？我再用剩下的辣白菜给你们煸的几个菜。什么叫好员工？看没看着？必须奖罚分明啊！就我刚从得物买的厚护肤礼盒，奖励给你了。很多明星都在用这一套水乳面霜、精华液，全都有。正好十一出去玩，带着方便，不占空间，日常也能用很久。真下血本，这得老贵了吧？不贵，得物上才100多块钱，而且都是鉴别过的，正品有保障，用着也放心。还有这小白鞋，鞋底有增高，嘎嘎鞋。先退场，我联合德物为粉丝申请的新人专属补贴活动，小白鞋前100只要49元。49的鞋质量这么好，这脚感老得劲了。点我评论区置顶，打开德物就能参与，还能享1000元无门槛优惠券。哎呀妈，这么好，必须让我凤姐再陪个菜，我整个泡菜锅吃。今天买几个正碗点缀，把面放里，你们先尝尝那辣白菜。非得卷一下子，就卷就卷，全是味。真好吃，一个老破咸菜也能给你们吃这么香。什么叫破咸菜呀？有没有点品味呀？来吃辣白菜炖脊骨，好香啊！酱酱怎么样？好棒啊！这汤老带劲了。来口面吧。这方面炸的入味。我看出来了，是炸打入味。不说破咸菜吗？打脸不？哎，快烤吧！惦记半天了，不怕又卷辣白菜。哎，一点镜头感没有，你让我拍一下里边啊，我自己拍吧。这辣白菜是不是感觉凤姐这饼瞬间就不香？香，绝香。嗯，集美可给你面子了，做顿饭让你着个菜，然后自己拿俩香槟走了，你啥也别捞着。你一天就挑拨我俩关系。